一場冷一場熱，第三場如何啦？演咗個睇下只一號馬印度之馬第十檔一出閘喺外檔嚟麻麻聲想埋嚟，但係成群喺中間點埋喎？慢慢啦，佢位都唔好差啫。嗱，而家跟喺佢前面啦。帶咗出嚟個馬，正料啊！灰馬而家貼個欄中間，另外一隻灰馬就卡薩天橋。嗱，印度之馬而家係第三位啦。咁再跟住第二碟咧，內欄好快彩啦。高力威喺隔離，咁啊金峰咧，同埋咧就係外多熱辣辣啦，跟住喺四五六位度咧，然後第四位啊印度接，哎呀中中頭啦，頭先呢度唔知過呢度咩事咧又，咁啊跟住咧有呢啲係金峰啊、新苗啊、遠遠包尾一隻啦，康樂寶寶嘅嚟到呢個體育路盡頭啦，就嚟到呢個九七尾起步點啦，就係呢個正料咧，好少見呢只馬啦，放頭跑啊，要帶得出嚟噶啦，咁啊兩個馬位之後就加殺天驕，然後就熱辣辣開開邊第三位，咁夾住中間嗰只係印度接馬，埋邊啊好快彩，後面就金峰啊、美麗福星啊。高力威，然後新苗包尾一隻，啱啱見埋啦，康樂寶寶上到大石鼓頂，咁啊正料咧，仲係順住咁樣放啦。呢度佔先兩個馬位，到阿卡薩基到第二位，第三位就係哇熱辣辣，哇我都有隻馬相當犀利啊，就係新苗啊，呢度推騎幾步之後，馮馬嗰位最貼呢個正料噶，後面第四位見到咧就係好快彩拍住熱辣辣，然後跟住啊美麗福星啊、印度戰馬金峰呢一扎啦，就嚟轉入正路嘅時候，哇高仔呢度咧將只新苗踩入咧呢個過埋一真正料咧，已經係派出嚟噶啦，卡薩基到第三位搏命咁推嘅時候。三個馬位之後先見到好快賽同埋只美麗福星啊，引導戰馬已經落後到第六位啦，有大概二百零米到自己馬嘅時候，新妙已經將後面嘅馬咧包圍成三個馬位嘅，正料同埋卡薩堅要鬥緊呢個 Q 位嘅啫，美麗福星上到嚟第四位啦，終點在馬嘅時候，新妙咧呢度腳頭咧較為遠啊，幾日帶咗頭連喺前面嘅啦，轉成三馬位贏嘅啦，過終點嘅時候新妙第一，第二名咧就正料同埋美麗福星影響結果正料第二。呢只新苗高池都發揮得真係淋漓盡致喎，落山嗰度咁樣放嚟咗，未見過呢只馬贏得咁精彩喎。對面又直路啊，得一隻馬跑，好似高兩班咁，逢馬過馬轉入直路，一路咁帶翻嚟贏。後面啲馬鬥攣啦已經。我睇嚟林鴻飛養得好過大魔喎。林鴻飛養只馬真係養得好啊！嗰啲只馬以前好反覆嘅演出。哇！呢場好似真係超級馬咁樣，我覺得唔係喎，養得好係另外一回事。嚟啦，聽完派彩先。咁啊，第一名就係九號馬新苗獨贏派彩係124蚊，位置派咧係41.5。第二名就係八號馬正料，第四名係三號馬卡薩天驕。由九七五米開始要嗱呢一場馬咧，佢養得好係另外一回事，係高馳啊嚟香港以來幾時見過佢可以肯跑一場咁嘅馬先？唔係，大多數都係流嘅。今天他很厚的嘛，嗱嗱聲得出外檔一隻馬喳喳聲過帶回來贏，你說他水他不是水喎，他今天戰略很成功喎，未夠今場得邊有今年，就是我所見高馳嚟香港以來呢場馬跑到最好的一場馬喎，最好的一場馬喎，即係嗰啲嘅舊陣時咧，多數係拜神嘅，係咪好興拜神嘅，聚下聚下嘅，今天咪拉出嚟走喺出邊走贏。是學唔學得乖嘅咧？你估？好，即係嗱，而家咁我食到甜頭咁跑係咪先？學唔學得乖？非不能也嘅叔。非不能也，睇睇佢直路係點樣先？好似你講話真係識得動。對面識得動腦筋跑喎。而家仲喺尾嗰只嚟㗎。最尾嗰只。間條衫。而家仲喺度留。而家都喺度拜神緊嘅，但係跟住睇下佢點樣騎呢場馬發揮得一流。第八位，而家仲喺第八位咧。賽前好似諗過點跑嘅喎，呢場開始啦，見佢攞位啦。如果只馬唔係超人兩班咁啊，咁計咧，即係你咁嘅跑法唔超兩班咁。你而家逐只過啦，先過近藤，再過美麗福星。哦，我喳喳聲上去喺外檔，進接上嚟第四、第三、第二，喺外檔再追上嚟第二啦，一拍拍住正料，正料邊有果皮啊？一喐就過埋佢，喳喳聲，哇！係犀唔犀利？癲嘅呢條馬都唔使要你入極路，係咪啊？即係。如果是跑馬的，我們有沒有經常說說錯講錯，為什麼不讓這隻馬自然走呢？經常說這件事而已，那這隻馬 你說我真的看不出一件事，是拆騎指示是什麼指示，我都是不信的。我想你猜不到高潮會跑，猜不到他可以這樣跑，是不是很有信心這樣跑。其實這種騎法呢，在什麼幾年前，總不知十年八年前，英國騎師嚟香港騎馬，嘉信啊、魏德利嗰扎時候咧，我哋就見到有啲鏡頭，就係咁噶啦。有啲一大長途一出閘，擺頭由頭帶到尾，有啲係好尾嚟嘅，一對面直路揸一隻馬飛出嚟贏。你呢啲咁嘅情況都好耐都冇見噶啦。咁我哋今晚我哋見到兩次咁嘅鏡頭嘅，除咗呢場一隻，仲有一場嘅。
仲有一隻咩？威力寶啊嘛。哦，威力寶又跑得係喎。嗰場馬個好出色添，一陣間睇睇嗰場馬嚇。好啦，睇睇佢直路啦。嗱、啊，入到直路啊，大咗啲鏡料冇曬啦。嗱，幾輕鬆喺度贏嚇，伸開咗腳步啊嘛只馬。你追我啦嗱，後邊咧打到攞有扁都唔得啦，係咪啊？印度戰馬，我話打到佢爛，打到攞有扁咗都唔得。撇下撇下撇出撇入咗咯。印度戰馬第五，都跑到第五。上上落落上，全民你都係意料中事嘅啦。大熱門買佢自己抵死嘅啫。咁又係，我係咁話自己，冇得好講。馬就我始終都相信咧，買到都超級㗎啦。我哋就咪相信咪死多次咯，咁咪又死咯，係嘛？不過咁雖然係死。咁啊，賭馬咧唔係輸係贏，冇乜所謂。既然你甘心買，咪甘心輸咯，係咪先？我都買佢咁啊。但見到新苗贏得咁好咧，我覺得高慈咧今日係值得賺嘅。鼓下掌啊！啊，呢樣馬真係值得鼓掌。好嘢啊！算係好好嘢，精絕啊！好啦，第三場睇完睇。